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手工玩具，这是可以做发卡和戒指的手工玩具哦。打开看看，你看有三个戒指袋子，还有这个，它原来是这里可以贴的，一个蓝色，一个粉色。开始做吧，先做一个戒指，戴一个什么在上面呢？这个吧，是丝的。这个是个甜甜圈，小心翼翼的粘在上面，噔噔，可爱吧？戴上看看，哇，好漂亮！这次我们做一个发卡吧，做哪个呢？做这个吧，因为我喜欢蓝色，居然还有个这个甜甜圈，做个什么呢？看看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好好看呀，就用它了。够不够放两个呢？但是我喜欢小一点的，放这个饼干吧，就放这两个。好啦，噔噔，再做一个小戒指，做哪个呢？看看这个站在上面好看吗？不行不行，那干一个这个吧，这个好看。嘿咻，好嘞，小心的站在上面，一定要看着哦。好啦，是不是很好看呢？两个小戒指都是圆的，再做一个发卡，看看粉色的，带一个小冰棍，很好很好，就用这个，就这两个啦。开张，好啦，噔噔，这两个你们最喜欢哪个呢？还有最后一个戒指，选个好看的吧。不好看，这个也粘过了。冰淇淋，就这个。好了，我觉得都很好看，那么给我的娃娃戴上试试吧。噔噔。先戴一下粉色的看看，挺好看的，再戴上蓝色的吧。好啦，哇，有点像花环哦。你们看，我把这个戒指戴在他的手上，可以当手环哦。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